好无聊哦。哎，最近我们要拍什么片啊？不知道。有什么好拍的吗？哎，那个最近那个 ChatGPT 好像很红哎。你说那个还是要不要试试看？你说 AI 写字的那个？对啊。哦，试试看，试试看。我们让他写。我们让他写剧本好了。哦，可以啊。如何如何？嗯。哎，试试看。来，我们试试看。Hello， 你好。您好，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吗？好，继续。你可以帮我撰写一篇，写什么？一些狂欢。哦，新世界狂欢为主题的，伊德跟爱的蒙特。OK， 和爱的蒙特的延伸故事吗？当然可以。以下是一篇以新世界狂欢为主题的伊德和爱德蒙特的衍生故事。伊德和爱德蒙特是在一场名为新世界狂欢的盛大活动中相识的。这场活动是由一个虚拟现实公司所举办，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高品质的虚拟现实体验，让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到现实中无法获得的乐趣和刺激。伊德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是这家公司的员工之一。哎，对对对对对，看看看看，伊德是男的，而且很有富有恋爱经验。非常抱歉，我的回答中有错误，以下是更正后的内容。伊德是一位男性，拥有丰富的虚拟现实技术和经验，他对虚拟现实技术的热情和才华非常高，深受同行和业界人士的敬仰和赞誉。此外，他也是一位有恋爱经验的人，喜欢在空闲时间中和朋友一起尝试新的虚拟现实体验，并且热爱挑战自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伊德认识了爱德蒙特，他对爱德蒙特的才华和成就感到非常敬佩，同时也发现爱德蒙特对虚拟现实技术的热情和探索精神非常高，于是便主动向爱德蒙特发起了交流和合作的邀请。伊德和爱德蒙特从此开始了深入的合作和交流。伊德经常喜欢捉弄爱德蒙特，看他的反应，但他也非常尊重爱德蒙特的才华和能力，并且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两人不仅成为了业界中的好友，也成为了彼此生活中的重要伴侣。哎，等一下，等一下，那有我戏吗？哎，对，没有，没戏，没戏仔。可以帮我增加一个角色，叫做巴云。然后他喜欢做菜，是一名温柔的男性。当然可以。以下是以新世界狂欢为主题的伊德、爱德蒙特和巴云的衍生故事。伊德和爱德蒙特在新世界狂欢活动中结识，他们的合作和交流开始推动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巴云是一位热爱烹饪的男性，他的技艺和味道备受好评，因此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烹饪比赛和活动。在一次烹饪比赛中，巴云遇到了爱德蒙特，他被巴云的烹饪技巧和味道深深吸引，于是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团队，一起创造更多美妙的虚拟现实体验。巴云欣然接受了邀请，开始与伊德和爱德蒙特一起工作和探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伊德、爱德蒙特和巴云一起设计开发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虚拟现实场景和角色，并且经常在一起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巴云经常会为他们准备美味的料理，让他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哎哎，等一下，谁要看他们友情故事？我看搞基啊，搞基，搞基。对呀，哦对的。我试试看，可以帮我加一点恋爱元素进去故事中吗？在一次特别的活动中，爱德蒙特向伊德表达了他的心意，并邀请他一起共度余生。伊德感到非常惊喜和感动，他也向爱德蒙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他们决定一起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哎，修蛋，不觉得这样巴云很可怜吗？嗯，
那也是啦，我也喜欢巴云跟伊德，不然这样子好了，香哦，不然这样子好了 ，AI。可以让他们三个在一起吗？干嘛渣男？当然可以。以下是以新世界狂欢为主题的伊德、艾德蒙特和巴云的衍生故事。在一次特别的活动中，艾德蒙特向伊德表达了他的心意，并邀请他一起共度余生。伊德感到非常惊喜和感动，他也向艾德蒙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他们决定一起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但是巴云似乎无法真心替他们感到高兴。同时，伊德也发现了自己对巴云的感情。巴云对伊德非常细心体贴，他的温柔和才华让伊德越来越欣赏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感受。伊德感到十分困惑，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情抉择。他深爱着艾德蒙特，但同时也对巴云有着很深的感情。有一天，当伊德和艾德蒙特和巴云一起坐在一起时，伊德开始表达自己的感受。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两个，我深爱着艾德蒙特，但同时也对你巴云有很深的感情。为什么我们三个不能一起呢？他的话语让艾德蒙特和巴云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并没有想到伊德对巴云也有着感情的投入。这句话语让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也让他们能够开放地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想法。他们开始谈论如何能够在彼此之间建立更加平等和尊重的关系，并相互支持和理解。最终，他们决定不让这件事情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是一起寻求解决方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意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决定将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关系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形式。不再受传统观念和框架的限制。最终，伊德、艾德蒙特和巴云一起走出了新世界狂欢虚拟现实活动的大门。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他们知道这个活动不仅让他们创造了惊人的虚拟现实体验，也让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关系得到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发展。他们决定一起走向未来，创造更加美好和充实的人生。笑啊笑，把你娘耶！不要笑！